个油香水哦，唔呐目火耳动啊，伊阁心肝真凶呢。咱丹丹的已经受重伤啊，伊阁还阁摔落去楼梯，我甲即摆丹丹的哦，袂输甲咱囡仔同款。安公，无啊，我顶多感觉哦，这身高怎啊变安尼哦，安尼满面全笑容，顶多是较好啊。你看伊较早，这面傲面臭，逐工敢拨心机，这即摆安尼的生活较快活。对啦，伊快活，伊家己一个人咧快活，啊，都免管丽萍姐啊，阁温柔因的感受哦。你无拄则看到，迄丽萍姐看起偌忝的呢？因两个吼，足无简单，阁修成正果的。对呢，就参照咱两个啊，咱这三十年的思念才找到对方。伊无，我即摆真心感觉，咱的过去。浪费上济时间，所以即马去，咱来把握做伙每一分、每一秒。爸，是嘞啦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我哪知影你太过有病，拢得拢有法度，我都应该互恁两个人家己去就好啊，嘛会当小可弥补。您无时间度蜜月的遗憾。哦，我逐天也看恁爸仔囝演这种感情戏吼，我看着饱。好啦，出去洗洗啦。哈，妈，你已经穿好了，准备要替阮接风啊？穿好了。哇，我伫个火轮机顶食足饱，我即摆阁袂枵啦。见摆我若是要煮食，恁两个要死要活。好啦，我以后拢袂煮啊，我这人嘛是有自尊的呢。妈，啊，你讲你无要煮的意思是，咱要食就是另外卖哈。食食食，恁干阿怎食？即摆代志算是圆满结束，敢毋免甲开牙讲一声？妈，你这两天敢有动过这个波？无啊，是红客桌顶哪会当有白叮当啊？可能是摒扫阿桑无细腻，甲叮当着。无紧啊，我会叫伊注意，你甲刷入转去就好。想袂到，这波看起来顿顿，竟然尴尬。哎，你老火啊呢？这无像啦。你看，地址那会用变作金光厝啊？想袂到我地址要结婚，会变成金光厝。恁敢确实有看到伊的变化？当然嘛有看诶！你都唔知影，伊当时我，阮这烟头仔囝，伊的花哦，咱滴落尔，这拨都开始发光啊！迄当阵哦，会当讲是哦，水气前头金光闪闪啊，还袂输咧变魔术咧。我知啦。鬼拢戆去，一句话拢讲袂出。而且吼，上较神奇的是，啊，这个玻璃边吼看起来钝钝，你看，竟然甲我的手挂受伤啦。哦，人讲吼，使出翻熊必有妖啦。
若不是因为阮家咧拜鬼爷，我爸便行到走去避起来啦。我走去避起来，这查甫囝呢，打是要来用的，要安怎出去外口跟人走跳？爸，跟人走跳是无问题，对性命嘛不要紧，也毋过，若是敢无神啊，我等全身袂惊啦。相关我会惊的，人恁爸我就是有当时小可淡薄爱哭尔，我唔熟啦。哎呦，恁爸仔点点呐，听内边怎安那讲啊？坦白讲，这发起伊会选择狠心，一定有伊的道理的。小青，恁感觉也个？之前我捌甲恁讲过，只要主家、管家这两家人有人为非三做，就肯离去，恁总家就会出现这财、这财、这财。我想这发起的狠心，就是这個意思。也毋过，恁主家甲管家拢是风水世家，啊，阮总家就干那样武术甲相拍尔，就是讲带天兵。我嘛唔知影要创啥，就算我知啊，我嘛唔参像你共款会晓做法啦。不，等，咱一项一项摸清楚，到底是啥物人要为三做。李明姐，大兴恁主家就敢剩你一个，你绝对无可能假骗去嘛。啊，第二个尴尬，你之前个江道成，这老妖怪毋是古姓个江道成身躯顶，啊，毋过即摆江道成变做菜头人啊，伊也袂当做歹啊。啊！既然无人为非三族，那这时阵就进贡出走出来，到底想怎？这个法器会选择在这时阵现身，就表示还阁有啥物歪道还袂做清气，而且是法器选人，不是人选法器。所以李平姐啊，这番意思是？这法器已经选定制裁者，啊是啥？既然是将军的话，去剥掉五块钱，法器才现身，安就代表已经选将军成为制裁者。我是制裁者。那我要从啥？金光处是斩了伏魔法器，伊本身都有信仰力量，所以相对制裁者意志一定要足坚定，爱有法度克服障碍，更加爱有大智慧，有法度放弃个人的欲望，才有法度替天行道。啊，若无，敢若有法器，也是不容易。不灵的有帮，什么是不灵的有帮哈？就是爱放弃世俗的贪嗔痴，六根清净，清心寡欲。六根清净，清心寡欲，安尼就等于是我出家。阿姨，我甲子彤拢要结婚了呢。这才只根本都换作是我哈、啊！阮总共甲梓潼，因是度过偌济生死关头，啊，到即马阁开始顺利尔呢。对不？不，咱两个嘛，就无敢来友情重新灌上诶。你即马话扯着扯，话放弃放弃，我变哪？你讲话要怎啊负责呢？你大人大姐是要负责啥啊？你无听着咱后生要出家呢？你干嘛还牺牲言行吼？你去管那些那种安乐种？我有听啦，我当然无可能冤家一世人做冤家啊！啊，不是你唔敢话啥？那我是我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你拢卖冤啊啦！我都有讲啊，是法器选人，唔是人选法器。既然金光处已经选到将军啊，恁阁安那钱，阁安那我嘛无。
只烟头仔，竟然为着要替天行道，都爱提一个查甫人，上加强、上加猛的时阵，都爱出家哦、喔。这莫讲对梓潼袂得过了，对伊咱的祖先嘛无法度交代啊！你想着讲，如果咱两个以后就要绝交啊？哎，玲姐，啊，唔对啊！啊，阮爸是哪能结婚，啊，佫会当生我这个查甫囝？啊，阮将军都要出家，这无道理啊！我是照阮爸的日记写讲的啦，当时乌册有封印起来，写书有受到压制，啊，不过冥冥中。自有天律，业力在牵引的。既然这法器拢由我来会出现啊，我们从此嘛无法度啊。老实讲，我愿意放弃一切去替天行道，要唔该我放弃梓潼，我了解。我当然嘛了解你甲梓潼的感情，梓潼嘛是我的外甥女啊，我嘛真不甘。所以，将军，即嘛来看你啊，看你是要选择接受天命，替天行道，还是要选择你终身的个人幸福，你家己决定。